我们今天就来个放置美少女。那最近我可能会先把角色都讲一顿。我是觉得你先尽量讲一些没有印象的啦，好吗？好吗？可以啊。可是你现在也没钻石抽了、啊，哼哼。来基鲁斯阿四的部分，他为什么可以拿关刀啊？这是关刀。他指甲非常的特殊哎、欸。你主线到哪里了，大大？这膜拜是得到幸运币。应该有人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，我之前跟你们讲的就是 PVP 啊。等一下打给你们看，晋升了，那你就是一直弄下去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冒险，这是他的 PVP， 汪定国安安，哎呦，他有合同哎。蒋成业吗？OK。